家湖口，在17日午间驾驶自小客车，由南往北行驶在盐山公路，在平185线40公里处，据在车上家属称，因为闪躲动物，方向盘往右打，撞上路树。该件交通事故，驾驶高姓男子重伤，经急救于昨天晚间宣告不治，另其余车上有四名乘客受伤，本分局乃积极调阅监视器，以确实厘清案发经过。